接近目标的一步。是伤心，我本以为人跟人都是相对的，对吧？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我们互相大家一起好。我对你好，你不对我好，那对不起，心已经凉了。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呢？从今以后，大家这些观众就是我赚钱的工具，啊，工具人，听见没？心已经凉了，已经心凉心疼了。我们再也不是朋友。我走的路当然很多。我给你个肥皂，抽你一下，捡肥皂 ，A 不灭。你想打一架吗？我的锤子也响。A 不灭，抽一下，平 A， 撇肥皂，抽点盐，平 A， 死掉。有的时候。像盾牌一样，我英雄回家了。先来个小布甲，小布甲是不是不太小不太好？还红宝石吧。捡肥皂，坑一下上墙，平 A 不灭，坑一下，塔下收个线，我真想去打个盹儿。撇肥皂，插眼上墙，平 A 接扣，接平 A， 接平 A。你说我的锤子太大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冲闪，撇肥皂。等五分钟打爆破，再见，回家了。
呀，买错了。还好啊，还好饼干没出来，饼干出来，我这燃烧宝石我可炸了。等五分钟，因为五分钟防御塔护甲会变低，五分之钟之前有减伤。点信号了，但他没信。我想我们是在战斗吧。我挡不住鳄鱼的翼，铁肥皂，抽一下，再抽一下，铁肥皂，抽一下，翼上墙点燃。鳄鱼开大，但没开出来。回家日炎，不加还。哎呀，这鳄鱼的第一段E技能我是真挡不住了，该怎么办？真有点挡不住，反应不行。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过来这波拱他上墙。我这鳄鱼拆两层塔皮拆的好快啊。我希望那位英雄喜欢我。死哪了？人有点多呀。铁肥皂，升级啊！铁肥皂，我还真有点像吕布，我这叫红皮肤。
回家处置盐。出完日炎，来个大冰心儿吧。蓝不够用，打着打着打没蓝了。我英雄，无稽之谈。现在他们家谁比较肥呀？没啥肥的点呢，好像。你真德玛西亚！我这爆破就不打了，下个塔再打爆破吧。打了没有意义。减肥道，好了，减肥道扣一下。哎，真的呀，好好难挡啊，直接杀来。撇肥皂，我扛塔就可以。塔爆破应该掉了。挺好，大冰靴2150，有点贵呀。这能回家吗？那蓝 buff 不要了，这不可能回家呀。这得打个蓝啊。说一个人如果他正常的就是那种正常反应能反应过来，就是鳄鱼放 E 他开 W 吗？锤子才是主力。是我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难打。哎呀，这没给他打断了。好吧，偷我的大。我觉得确实贴身确实难那啥难打，贴身不好打。我按的人啊，怎么打小兵了呢？这是卡 bug 了吧？我那盾牌按的鳄鱼，怎么打小兵了呢？我真的绝对的按的鳄鱼，你们可以回头回放一下子，我右键点的是鳄鱼啊。
放跑了一只鳄鱼。哎呦我操，中路的鱿鱼无敌了，我们快点支援一走。对不起，我居然没有相信你，我应该打蓝的。下路推塔吧，反正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原来我们家下路比较拉胯。往中路走一下吧。他杀到高地来了，不打了，溜了。人有点多，哎哎哎哎！我的好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啊啊啊啊！耶、啊啊啊！人有点多。你们高地不要了？哎呀！雨景后边有人啊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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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左走，往左走，右边全是人。这怎么死？哦，这鱿鱼，对，他没给我踢过墙，他要给我踢过墙了，这波就有意思了。没有魔抗，要不要出点魔抗？出个紫炎之力吧。这样我们能跑得快点，就不用玩甲了，玩甲下一点出。我走的路当然很多，被吓到了，被谁吓到了？被解脱者吓到了，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团战怎么打成这样啊？不过确实打不过，我们家女警没有用，胃又脆，少了鱿鱼打不赢，拉克斯让人一杀就完了，没伤害了。把那蟹吃了。塞拉斯马上到。又套我点了，
把蓝拿了，走打大龙。先把那蛤子给我杀了，打大龙啊！这不打大龙？快快快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那蛤子都死了，还不打大龙？穿不进来，没事，有客户没？鱿鱼咋又跑了呢？顺势推中啊！哎呦，漂亮！我把那翻身给杀了。这边的 AD 自己换我们家的。好像没什么用、啊、上墙也没到。哎呦啊，这鱿鱼，鱿鱼打人疼啊，还得是这鱿鱼。俺们这虚区打的那鱼都不太疼。走位，走位，勾引！哎呀！勾引失败。哎呦我，这都没中。给我收集者了呢 ADC。 哎，他一个没出法强装备的卡莎，一个 W 技能能直接给我那么多血给我穿死，我还有魔抗呢，区区太高了，这个我知道收集者，收集者我5%的血也就二六十一二一百滴血呗，那确实差不多。收集者这个装备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？这把还好，这鱿鱼还挺会玩的，否则就会比较难打。鳄鱼，先把鳄鱼杀了。蛤蟆呢？蛤蟆死了。
来把鱿鱼，来不了。鱿鱼如果没有这么秀的小炮，这把也赢不了。